毛笔在水中洗好，靠着对着水，先蘸草绿，然后两侧蘸墨，中锋用笔画出竹竿，画一竹竿，洗一下笔，再画第二个竹竿。第二个竹竿画完以后，洗一下笔，再画第三个竹竿，这样竹竿就有了浓淡的变化。再把笔尖调成圆的，蘸浓墨画细的竹竿，从竹节处出来细的竹枝，竹枝上画叶子，叶子是分组的，在这儿画了一小组。在上面咱们画一大组，画了一个鸽子，又画一个鸽子，又补了几笔。在下边再画一组，叶子有大小、疏密、方向的变化，还有浓淡的变化。画了鸽子，这又画一个鸽子，再画一个鸽子，然后上边加两个小叶尖，叶尖加的潇洒一些，下边再画一组，方法都是一样的。在这儿再画一个细的竹竿，这样穿插一下，下边咱们再画一组叶子，把上面的叶子咱们。